要分享 AI 在 event-based surveillance 的应用。那所谓的 event-based surveillance 呢，就是去分析本来不是设计用来收集流行病学的资料，像是 COVID 爆发之前啊，在 Facebook 上面可能呼吸道感染的症状的贴文就会变多。那有了 AI 之后，就可以大量去分析这些带有 hint 的资料。那其实新的 data source 有很多种，今天会介绍几个热门的研究主题，像是每个人都有的 social media 或是数位化的健康资料等等，或是结合时间看空间的资料。那使用 event-based surveillance 的好处呢，就是可以 early warning infection outbreak，或是更好更及时的去呈现最新的疫情，或是能根据当地的条件不同而有所调整，让model 的表现更好。那第一个则是 social media 的部分，surveillance 的应用可以分成两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则是对于文字的分析，最近比较热门的是大型语言模型 BERT，它本身是用维基百科和其他的语料库当做训练的 data，并且它会正着分析语句加上逆着分析语句，可以看到 BERT 比其他模型表现都还要好。那分析完文字之后，再加上另外一个模型的话，就可以去预测盛行率、死亡率等等的，并且可以及时的视觉化去呈现感染的 heat map。第一个 novel source 呢，则是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。那它本身是可以分成 structure 跟 unstructured 的。structure 的部分的话，可以像是以前常用的 vital sign 啊、性别、年龄、comorbidity 等等的。有了 AI 之后呢，甚至可以去分析 pathogen 的 whole genome screen，像是病人的 blood 的 pathogen 去做 whole genome screen 的话，就可以发现说这群病人是被相同基因的 pathogen 所感染的话，进而去采取院内感染的控制。可以发现说，这样可以降低住院天数啊，再住院率，甚至是后续的花费。Unstructured 的部分的话，就像是 CT 或是 X-ray 等影像的话，可以利用 AI 来分析，来预测说病人是不是得到 COVID，或是一些理学检查，像是病人发热时肿的地方，或是借由病人咳嗽的声音，AI 都能预测这个病人是否得到 COVID 的感染。那另外一个的则是 free typing 的 note，其实大概有40%的诊断都是只被写在 free typing 的 note 里面的。那还去运用语言模型去分析荷兰一般科的病例，去推测说，如果大概每1000人里面有多少比例的人是咨询 COVID 相关的条件之下呢，就会有大概有多少比例 COVID 相关的住院 case。接下来，另外则是近年来很红的穿戴技术。其实除了智慧手表之外，也有很其他的 sensor 可以来测量身体的参数，像是可以利用 Apple Watch 来分析病人的 baseline 的心率，来预测说这个用户是不是得到 COVID，甚至可以结合当地的流行病学的资讯来综合判断这个用户的 risk，也可以提早告诉用户说他可能有得到 COVID 的这样的一个情形，让他尽早自我隔离，能预防传染。在 spatial temporal data 的方面的话，则是可以像是利用 Google Map 的定理编码，它在香港建立了 COVID 阳性的人的移动轨迹，来分析病毒在这个区域的传播途径的模型。那如果你是想要运用在其他城市的话，则是呢会再用 deep transfer learning model 来调整，像是把当地感染数量的 trend 带进去啊，或是在人口调，但根据当地人口密集的区域来调整，产生适合当地病毒的传播模型。那使用 event based AI 在 event based 的 surveillance 的好处呢，就是可以early warning infection outbreak signal，也可以及时的再把最新的 data 喂进去，来增加准确率。另外呢，是可以分析像是防疫政策有没有效啊，或是甚至可以追踪并施打疫苗之后的副作用等等。那缺点则是 data source 本身可能是 informal 的，所以它 data 本身的正确性就会有疑虑。像是社群媒体上面如果有假消息的话，可能就会产生 false alert。在这些目前
这些研究呢，都是还处于一个理论的阶段，没有大型规模的验证，或是说它没有一个比较好的 standard 来对照。另外，各个研究因为 data source 不同，或是使用的模型不同的话，所以 heterogeneous 很高，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结论。但是 event-based surveillance 呢，可以当做传统 surveillance 的补充。那今天就是我的分享，谢谢大家。